那里深夜了吗？我们已经满房了嘛，他就走出去了嘛。听他们说，他们是坐了一台车出去的。就是想去别的酒店开房嘛，就是叫了滴滴平台嘛。就是后来以为是滴滴车过来，有一个男的开着车，还他以为是滴滴司机，就上了那个车，那个人的车了嘛。他是交手交我妹妹过去的嘛。我也问他们，他跟那个认不认识是吧？他说估计他目前情况下，他说没有，这样子应该不认识的。他跟我们这样子说，被叫嘛，滴滴司机不叫我妹嘛，就后来就关机了嘛。尸体就在那个烧烤场那里那个冰箱找到，阿姨在验伤的时候，我看见我妹妹的手被绑住了，绑住的痕迹，还有颈给那个绳勒住的痕迹嘛。